终身之雄，至少之勇，铁手同出，二刀交战，一决胜负。哦，哦，阴魂在手，义勇乌剑相锋，同出攻势多变，双方前进实力，出手的每一式，皆是惊天动地。迎春，阴魂依旧，一口烟就阴魂是吗？你为出这灭仙手日渡罪吗？云辉，我只注意如何对付灭仙手。玉林，我已准备好对付。是吗？此时，公孙暗合起落，完全两人同时无了动作。江小九，五匹东乡，有一招三高完全魂。要相提，暗时顺，黄昏中，人杰异名，河流山鸟前传，无波接引不共生。你可是你准备献手，我必得求我所料。哦，那你就该兵我了，真可惜。有实力之中的人才，实在真令人可惜啊！这门奇王一声惊吵，阴魂一天，阴动精力，顿时地动山摇，震作八方。这种力量是狮子，五丁奴海生啊，这件人手威灵在现，当天就无色无品。魂，有魂寒阴魂，剑为斗魂力，技能相锋一交不齐，气势磅礴，无憾无拼，千锤不共山，定要一击惊动地。在相府中分之刻，一道派人暗器之刃，打破阴气。高级敌将，暗器官员。
混入杨铁来，结果竟是。你终于来了，这就是你进行医术救生之后的面貌吗？林伦，所求你应该关心，应该是医术情缘的喜乐。我怎样？高火锅吗？这口气不能再让人得手。喂，小姑娘，你怎样情缘放在哪里？在清楚的火山口。哦，真爽快！你不是应该避讳一下，敌视不忠，最后再被我威胁胁迫，要终身孤毛，反正穷一世，这家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原来你是一个聪明人，很是，将你想得戆戆，为山靠吗？哎呀，真是折磨人啊！